中央气象台预计，从明天开始，新微香飘飘即将来袭。你要微笑吗，先生？今年最强的冷空气，没有人买我的微笑。微香先生，你要个超强劲的微笑吗？姑姑说过，这是有人离去了。姑姑在的话，一定不会怪我的。祖母，我的小七叶，祖母，没有人买我的蚊香。不哭了，看看我给你带啥了。是圣诞火鸡。咱不吃火鸡，咱吃好吃到爆的烤鸭，好不好？好。鸭呢？快，趁热吃。老七烤鸭，好吃到爆。